中央社记者侯姿莹台北26日电，外交部发行第二代晶片护照内页底图物质美国机场图样，外交部领事事务局今天致歉并表示，将回收已发出的285本护照，并请负责设计的中央印制厂重新设计图样，重新印制发行。外交部晚间举行记者会，领务局副局长蔡佑文表示，合作厂商中央印制厂负责图稿设计人员是参照自己之前拍摄的桃园国际机场航厦照片为底设计，单位丰富构图，参考网络图片，却被标示错误的图片误导，设计出于美国维吉尼亚州的华盛顿杜勒斯 Dulles 国际机场及相似的手绘图。蔡佑文说，领务局表达歉意。新版护照印制20万份，已要求中央印制厂重新设计图样，再重新印制发行。新发行的第二代晶片护照已发出285本，会逐一通知民众，希望新护照在一个月后可重新上路，之后会通知已领取民众换领新护照。他说，目前会先以库存旧版晶片护照发放给申请护照民众106万1226。